一起来念以赛亚书。愿雨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越知道你的名，使越有我在你面前发展。你曾经过我们不能力量可畏的事情，那时是降临，山林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会等候他们的行事。以赛亚书64:1-4。Thank you.
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
继续透过恩典的之路，让我们知道你要带领我们走这真理的道路，走这公义的道路。它不是容易的道路，可是我们却知道它紧紧的跟随你。是我的主，你我走真一路，高山我的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句，这一生都是祝福。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这是你，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成为尊贵的祭司，让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在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求你看顾我们所有在这里所站立的，所有一切在伤痛当中的人，所有一切在这病痛当中，所有一切需要有你的恩典来扶持走这人生道路的一切的弟兄姐妹。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过程里面，在困难当中看见你的亮光，虽然只有一点点亮光，可是我们仍然知道那是你将要引导我们往前走的一个光。求你引导我们，因为我们需要这样一点点的亮光引导我们往前走。
不管在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的时候，都求你让我们在这里不断的呼求你，恳求你带领我们。不管在这现在的情况是如何，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主耶稣基督，我们背上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你看顾在这里所有的每一只羊，都在你的面前能够得着你所有的恩惠与蒙你的怜悯，因为你救赎我们，你将你的命献上在十字架上，就是要将我们救赎回来。父啊，再一次的感谢你，求你再一次的恩典照顾我们这里所有的一切，以及所有在病痛当中的人。谢谢你将所有的荣耀全部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各位请坐。我们今天呢，将要从圣经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五节、四十六到四十八节当中来攻读神的话语。这些神的话语在这当中都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影响。我们一起来从二十六、二十七到二三十五，经节比较多，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啊，有耐心的来念。我们一起来。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好，这里四十六到四十八节的话，应该是已经是有念过的。我们今天讲到内容是由中宣传道师在以喜乐的心迎接上帝的儿子。那我们知道这是在代降节的第三个节日，愿神亲自的透过他的话语来造就我们。我们欢迎我们的中宣传道。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与我们同住，为了爱我们，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使我们心灵得到赦免与释放。我们深知你无怨无悔的爱，用你宝贵儿子的生命用重价赎回我们，我们是何等的福分。十二月份第三主日，我们再次思念与预备心来迎接你儿子的降生，使我们一生以喜悦的心来迎接你儿子的来临。谢谢你赐下圣灵宝贵师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用恭敬的心与诚实喜乐的灵来敬拜你，让今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力量的泉源，也能以喜乐的心面对生命的每个时刻。谢谢你无比的全能与关爱，让我们生命感到喜乐与幸福。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我用
今天是代向节的第几主日？第三个主日哈，所以我今天用这样的主题哈，用喜乐的心啊来迎接神的儿子哈，耶稣哈，就是来迎接耶稣哈。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呢，最期待的就是过年。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呢，哇，我们所有的亲戚哈，阿公姑妈、叔叔伯伯哈，还有所有的家人、表兄表弟哈、堂兄堂弟，所有的人全部都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家就是我阿嬷就是阿嬷，然后所以他们所有人就是都回娘家，就是回老家就是我住社头，在那个老家当中那个儿子的时候说非常期待这一天的来到，每年的初二的时候他们都回来大家很开心那我妈妈就开始预备了，都有点期待他们要回来，所以就预备什么很多吃的，很多清洁的动作，所以我们家就会大扫除。在一周前，就是大家都在大扫窗户啦，整理家庭啦，扫地呀，把所有布置全部都再换新一次，这样子。哇，那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非常喜悦的事情。所以我是做什么，我都在当那个小帮手，就是当厨师这样子就是我妈妈是主厨，那我是那个副手。所以从小我妈妈就煮了五桌的菜，所以有50个人在一场里面，我妈妈一个人承担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妈妈买菜的时候，她就会开始就会想说：“我们要到底要煮哪一道菜？”哇，就煮了10几道菜这样子来煮。然后每一道菜都是那个短锅，你知道吗？很大的那个锅炉这样子煮。哇，那个炒菜让她觉得实在是很过瘾。我妈妈。我记得我妈妈是料理高手，我是在旁边学，但是事实上，我没有她的功夫，没有她的功夫，可是她是真的是让我觉得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在迎接这个很棒的人要回家，所以每次的过年都是我最快的时候。虽然我妈妈其实压力很大，因为要煮那么多，然后要整理那么多，要把事情，所以是很忙的，很有压力。可是呢？心里面却是很快乐所以我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讲话、聊天、分享这个就是最满足，那个享受到那个家的温暖，享受到那个家的气息，那整个家就是很心血快乐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耶稣诞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喜乐，在预备的心，也是来这样迎接我们的神的来到。那今天也是代降解，可能我不知道前几个礼拜有没有人分享到这一块那代降解，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代降解总共就是在圣诞节的这个，从圣诞节前四个，就耶稣诞生前四个礼拜，这四个礼拜都是圣诞代降解的一个时期那代降解它举行，它其实是从主后第四季开始那时候就开始，第四季末的时候就开始。为了代降节这件事情开始来举行，那时候举行的时候，为什么是用刚开始的时候，那基督徒他是为了就是用40天来禁食，然后祷告，还有默想，在这个时间里面来等候耶稣要到来的日子那为什么用40天？因为这40天是以前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他受试探。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禁食祷告，然后来到就是要做传道的工作，所以他做禁食这样的工作。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是用40天来做代降节的预备。那后来呢，改为现在的状况，就是前四个礼拜就是代降节。所以这个代降节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代降节的话，很重要的意义就干嘛？就是代降节最主要就是。道成肉身，神成为儿子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最重要的道成肉身，所以在这个节期当中，我们就是要怎样？我们要用一颗悔改的心。其实从我们以前到现在，不管你年龄多大就是到你的年龄，每年都在过这个圣诞节，对不对？所以这个圣诞节其实是要让你在怎样，在回忆，在回想。这个耶稣跟你的关系，那你会用那个悔改的心、认罪的心来反省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
你所做的生命，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跟神结合？你的生命有没有跟神同在？你有没有遵从上帝的心意，然后走出活出那个基督的样式，活出耶稣的样式？这是我们要来这个代教节里面不断不断在反省。除了庆祝之外，我们还要做的很多是内在生命的反省。我的内在里面，我有没有跟神在一起？我的内在里面有没有邀请耶稣成为我生命当中的救主？我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遵行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个代降解其实就是让我们怎样重新在回忆，重新在思考我跟神之间，我们用那样的心，忏悔的心，悔改的心，认罪的心，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愿意重新在你面前再被你塑造，在被你高我内在里面邀请你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个时间里面是要让我们等候，让我们预备面迎接这个欢喜，迎接的这个耶稣的来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要是让我们生命里面这样不断的得到更新，不断的得到造就。这是圣诞节非常重要，道成肉身一个代降节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很多时候代降节时候通常都会点五根蜡烛。好，那待会我会讲说这个部分。那耶稣就是怎样，耶稣就是他是说我是谁，我是世界上的光。耶稣是这样讲，我是，所以他用烛光来代表，因为他是世界上的光。所以每个信靠他的人呢，就是要怎样，要把这个光，把这个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能够怎样到处传递，传扬出去。所以我们要用喜乐的心，用敬畏的心来怎样守这个节日。好，这样的话就了解说圣诞节到底过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不是只有庆祝，而是更多的反省跟传扬耶稣的诞生，是要传扬这个福音的部分。那我们来讲，过去可能我没有人来提这一块，那我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一块，就是是教会教解的第一主日在代表的是什么？耶稣的，大家讲耶稣会带来生命的希望。所以信靠耶稣的人是有希望的人，是有盼望的人。所以这第一个主日在纪念这一块，第二个主日是在信心的部分。第二个蜡烛代表信心，你跟神有没有真的相信神是你生命当中的救主？你相信吗？你信心够吗？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因为很多事情然后担忧害怕恐惧？耶稣说他要带给你信，你信吗？我能够成为你的救主，你相信吗？我是你的神，你相信吗？这个一直在挑战我们的信心跟神的关系到底有没有那个足够的信。那今天呢，第三主日就在讲这个是喜乐。紫色的部分全部都代表一个庄严跟尊贵的部分，它紫色部分的蜡烛就在代表神的耶稣的尊严跟庄严跟尊贵的部分。那这第三组是用喜乐，所以这个光是喜乐的，是喜乐。这个点第三个烛光是今天我们在这个部分就讲喜乐的部分。第四个烛乐，因为下礼拜我没有讲，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分享说，第四个代表是仁爱，就是那个爱，信望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信息，就是有信有望有爱，所以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是很重要的。那最后一个，当第四个礼拜的时候，会把最后一个耶稣诞生的这个白色蜡烛来讲，代表是世界的光。好，所以这个部分，这五根蜡烛就是在代表我们这个代降节里面来代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多么的有盼望、有信心、有喜乐、有仁爱，还有有光。所以，如果你光在你里面，你黑暗就不在你里面，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好，那在代降节的时候，我们看这一段前面，耶稣还没诞生之前，那耶稣是怎么样在被诞生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玛利亚那时候大概十五六岁左右，他请问他结婚了吗？还没。那怎么办？天使跟他讲说，玛利亚，不要怕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这个是那加百列的那个天使来跟他讲，他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哦，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好，请问耶稣在这个他的意义，耶稣的是什么？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是罪人，那神把我们救赎出来，耶稣主要是这个名字的意义是在这里，所以他是拯救者，他是救世主，就是用这样子的情况来的。那你想看看哦，一个天使来告诉你这些事情，他们吓死了。他说：“我还没怀孕呢。”好，这样子，他怎么真的很害怕哦？还没结婚了，对，还没结婚怎么会怀孕呢？哦，谢谢。他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怀孕？这是怎么回事？好，好，然后呢，天使就跟他讲哦，怎样？他要为大，他要为大哦，最大的就是他哦，称为什么？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哎，那至高者是谁？上帝哦，至高者的儿子哦，这个主神呢，要把他祖先的大卫这个要给他，所以要大卫就是一个王，意思就是说，从过去旧约时代的这个王哦，他就一直演化到今天，他要永远都成为王。而且他成为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世世代代他都是王，他都是君王，是给这样子。而且他无穷无尽，这个过程是永远无尽。可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都没有用以他王为尊称哦，他自己本身他都卑微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来服侍人。他虽然是君王，可是他却谦卑，活出神要他活出的样子。他并不以君王为这个最尊贵的，而是他卑微在这个地上，能够跟大家能够成为一个奴仆样子服侍我们。好，那在这个过程，所以你看哈，耶稣是谁？耶稣是至高永远至高的儿子，永远的王，是这样的一个耶稣。所以你要生的这个孩子是这种孩子，是神的孩子。哇，如果是有天天使来告诉你，慧玲，你要还没结婚，你要生一个孩子，你也惊死啊，你真的很惊死，有没有？我们真的会很害怕很惊慌啊，是很害怕，因为怎么可能这样哦，这样就可以生。而且很多人很难，这件事情很难相信，怎么可能？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哦。结果玛利亚就说，天使，我还没出嫁，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然后天使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你跟人家不一样，你是圣灵怀孕的哦，所以我要把它降临在你身上。你这个至高者上帝呢，他要能力要护庇你，所以你不用担心，因为你要生的孩子，这个叫做圣者，圣洁的，而且他是神的儿子，还有未来哦，很伟大。你要生的这个孩子是永远的君王，是圣洁的，是没有犯错的。哎，如果说你真的生了一个儿子是这样的儿子，你会不会很引以为荣，很引以为傲？我应该是很引以为荣，你是世界的君王，哎，我是很引以为傲的，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一想到，哎呀，还没结婚。哎呀，怎么样面对世人呢？这个是很可怕，尤其是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这个情况是会被打死的。你还没怀孕就，不，还没结婚就怀孕，那就会打死，会被打死的。所以呢，哎，玛利亚就说了，我是什么主的使女。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谦卑下来了。我是主的使女，怎样？使女啊，使女。使女，侍女，我是好。那这个地方就讲说，情愿怎样，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请问他有没有甘愿？他有甘愿，有，他也顺服，他甘愿又顺服。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多遭受到多少事情？因为这是一件很不如意的事情，未婚怀孕。那现在社会是很普遍的，可是过去呢，哎呦，可能每一家都在什么批评你、论断你，每一家都在跟我说：“你看那个玛利亚，真是不要脸，
可能都是这样子讲，哇，非常的很可怕的哈。那你看哈，这个是很不如意，而且呢，这件事情也很危险。好，为什么危险？因为你知道吗？当时的时代，这种状况里面，可能就是会被石头打死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法律是，你如果做这种事情，你会又丢石头的哈。而且呢，他的未婚夫哈约瑟哈，那动不了。那我的，我还没跟他结婚，他就有了孩子，这还得了？我想约瑟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征战。当然，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就讲到，约瑟也是被告知，你要知道，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啊，将来要诞生在成为你的儿子的这个是伟大的一位神的儿子。所以他还好，他后来就没有怎样，没有暗暗的休了他。本来他暗暗的休了他，结果后来就没有休他，要不然他就变成要当被休妻，这个一个危险度要被休妻哈。所以很多时候哈，这个玛利亚要承受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但是他还是承受了这些压力，还是承受。那很多人在这个关卡里面很难相信，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要相信耶稣之前，就光这一件事情，大家也很难相信。哪有什么叫圣灵怀孕的？这是哪门事？因为对圣灵不了解，所以要相信就很困难。有很多人是在这个地方信不下去，信耶稣就信不下去。好，那这时候当他接受了之后，玛利亚他接受了，他情愿领受了这个主的，就上帝的一个交，天使的交代之后，他就开始起身要往山上去，结果就碰到了谁？撒加利亚，好，跟以利沙伯这对也是夫妻。那撒加利亚呢？他是当时的犹大的一个祭司，那他是怎样在上帝看为是一个义人？这两个人都是义人啊，上帝看为就是好的。好，那以利沙伯他本来是老的，他不能怀孕。那这个天使就来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哦，你要怀孕，老的时候还要怀孕生子。”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哦，代降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怎样？这个上帝也是差派天使在这个地方来告知说，有一位在你还没来之前，就是谁？施洗约翰，这个是谁？约翰，他是以利沙伯要生的这个孩子叫约翰，他就是要来又在预备要迎接这个耶稣的降生的这一位。所以他这样怎样？他就是要来传福音的使者，所以约翰就先来告知这个状况。所以呢，他跟这个以利沙伯相遇的时候非常开心，非常快乐。你看他们在遇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利沙伯已经怀孕多久了？六个月，他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当时已经怀孕六个月，所以他跟耶稣差多久？半年，差半年，所以他比耶稣还多大半年，也是他的家人哈，表哥啊哈。那这个以利沙伯哈，听到这个玛利亚来跟他问候的时候，奇怪了，玛利亚一讲话哦，他的以利沙伯的肚子怎样就开始怎样，会跳会动开动了哈，就欢喜雀跃这样子哈。那以利沙伯哦，那时候就是被圣灵充满。其实，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在讲说，约翰他就是那个以利沙伯怀孕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的，是这种情况。他就高声喊说：“以利沙伯跟他讲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他在跟玛利亚讲：“你是有福的，你是怎样？你要所怀的孕，这个所怀的胎，这个胎是有福气的哈。我主的母，你看哦，这时候他已经认得哦，这位耶稣的来临就是我主的母，你是主的，你是我的主的妈妈呢，是祖母呢，不是阿嬷那个祖母，是主的母亲哦，你是耶稣的母亲哎，所以你是救世主的母亲哎，所以你是很大哦。所以天主教为什么把玛利亚当神来敬拜，就是因为她的位分多么的尊贵，多么的他真的是尊主为大，所以是这样被拣选的，所以他说你就尽管到我这里来。那他说你知道那个欢喜快乐那个以利沙伯就知道说，就认出来这个是一个要将来要降生，你要怀孕将来降生这件事情，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非常雀跃的，他们两个人是雀跃的，而且他们知道这个是当时的应许，所以就应验了过去他所知道的这些事情。因为当时那个加百列天使就跟他讲，真的，你的使命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就约翰就是要来修品上帝的道路，就是修品主的道路的，所以他是预备的。所以你看约翰也是在预备迎接耶稣的到来，好，这是带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看玛利亚就马上就那就活做了回应，他说玛利亚说什么，这是我最喜欢的经节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心怎样尊主为大。他是耶稣，是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可是呢玛利亚却怎样尊他的儿子为大，这个好像怪怪的，对不对？我的儿子，我应该是用儿子听我的，怎么是我来听我的儿子的？这个有点好像逆理那种感觉，对不对？可是他很清楚，我现在生的这一位不是一般人哦，是上帝的孩子哦，是至高者的孩子哦，是王哦。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儿子的身份是这样，所以他知道说我要尊主为大。他说我的灵啊，我的心灵，我都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也是我先生送给我的遗言，以神为乐，所以我今天还能够很喜乐。虽然我没有老公了，但是我还是很喜乐，因为我的心里以神为乐。你知道如果你的生命当中遇到任何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挡你以神为乐，那多好的一件事情，无论遇到多大的事情。昨天呢，那个玉人哥他的爸爸，应该说前天他心肌梗塞，哇，很紧张，真的很害怕，本来去圣诞才接，他都预备心要去了，就突然间他就说他那天早上就怪怪不舒服，一直到傍晚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哦，心脏都不行，就是跳动都没办法，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冒冷汗，然后后来再送到那个张机去。所以他说我本来哦，我要去圣诞才接，我爸就说我要去圣诞才接，看起来都好好的，结果突然间就这样心肌梗塞。所以这件很可怕的事情，还好我昨天去的时候他已经哎呀眉开眼笑，眉开眼笑，我看到他笑的时候，我就我本来很担心，因为我们昨天是追思告别礼拜，然后刚好我们已经去到那个火化场又下来之后，刚好在吃饭，然后就接到这个讯息啊，所以还好。玉人哥，我跟你讲，有事情都要分享，要不然都不知道家里帮什么事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要互相关心的哦。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忙，所以我昨天也就是他发生的当下，没有告诉大家，因为大家都圣诞才接，所以他想说不太适合，他到隔天他才跟大家讲。好，所以我要说哈，因为他也是很能够体谅很多的人，然后体谅很多的信徒的这个服事的过程的辛苦，所以他就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心都是很美的哈，那这么心这么好的，这么美的哈。那琼香姐啊，她的婆婆也最近也是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啊。那我们要彼此关心，彼此代祷，因为神就是让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彼此帮助者，成为彼此扶持者跟彼此安慰者。那你看我们这位玛利亚，哎呀，她就是这样，不管她要受到多大的苦楚、多大的艰难，要面对多大的世人的这个耻笑，她还是怎样愿意、甘心乐意接受主。接受这位神的儿子耶稣，他还是愿意。哇，我要问大家，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今天神要给你一个命令，然后要你做什么，然后这件事情会让你被世界上的人嘲笑，请问你还情愿吗？第一，神一听神的话，说神啊，我愿意，我乐意成为你要我去做的这些使命，我愿意成为你的。就是成就你的意思，我情愿成就你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来走，你愿意吗？但是我们的玛利亚，她愿意，她要愿意尊主为大，她愿意以神为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不简单的，所以她被神拣选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过去就是这样，所以神才会拣选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孩，年轻人呢，不是那个老年人，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他就愿意，他就是那么单纯的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然后呢，他说他知道神会顾念他，虽然他很卑微，神却顾念他，而且他知道他是有福气的人，他是蒙恩的人，所以他知道他一边是要被耻笑，可是他一边知道神的意念是要他成为有蒙恩的人，是成为有福的人，他心里面很清楚。所以我要说哈，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生命里面，如果你很清楚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你就不怕世人的眼光，你很清楚上帝的心意，你就不害怕世人的眼光怎么看你这个人，这很重要。哎，我每次在读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我，那我有办法接受上帝的这样的心意，天使来跟我这样讲，我有办法接受吗？很难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好，那这里就讲到说，他很清楚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说，那有权柄、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所以神是圣洁的，这位耶稣他是圣洁的，他是有权能的，他会成就万事，就他已经说明了他是神。再来，这位耶稣他可以那些怜悯他敬畏他的人，他都会怜悯，他都会祝福。所以敬畏他的人就会成为怎样，有智慧的人，敬畏他的人成为一个有爱的人，愿意去关心别人，愿意去顾念那些软弱的、悲伤的，陪伴这些人。神他说，只要你是敬畏的人，他就愿意这样怜悯他。而且他这个应许不是只有现在，是世世代代他都应许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你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要怎样用这个宝贝怎样施展他的大能来护庇你、照顾你、应许你。这是神，是神的儿子，你相信神有这样的全能吗？好，这是神的全能。然后呢，他叫什么？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所以自卑的必升为高，对不对？这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啊。然后呢，他说哈，你饥饿的，我们上次有八福里面他说怎样，那个饥饿的人怎样，有福的是什么？他可以得饱足，你要得饱足哈。那你看他说叫富足的人，富足的人他要空手而回，以后富者。神这不负责，当然如果负责他要敬畏神就不一定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个很重要的心意，神把高的都降为卑，把卑的都升为高，这是神的心意。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个是谁，最近 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林凯泰，那他得什么食道癌，结果他54岁而已，他就离开了。这么一个年轻有为的，然后就这时候50几岁就离开了。那我们来看这个是谁？安迪，那也是食道癌，几岁？57岁，他就离开了。所以在生命当中哈，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我们真的不清楚。你什么时候，你有再大的权柄，你有一天都是要面对死亡。你知道我们这个月每个礼拜都是什么告别礼拜，每个礼拜啊，所以你们知道一个一个都离开了。那下礼拜星期五，下礼拜是礼拜五，就是这礼拜五还有一个，我们还要再举行。所以你就知道生命什么时候有很难有定数的，你真的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你的人生里面。过去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但是如果遇到过去的伤害，恩怨情仇，你曾经有跨不过去的这个难关，我要说真的是不要被这个伤害所辖制，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好不好？我们把过去的那些伤害、伤痛、恩怨情仇全部都怎样，不要再辖制我们，不要再捆绑我们，让那些都放下、放手。要相信说，神啊，那些过去伤痛，你自己本身来医治我们，因为神愿意背负我们的伤痛，神愿意
膏抹去除我们这些伤痛，就让耶稣来让你把这些恩怨情仇这些伤害都让你拿去，因为我们每天有神同在，我们就是要与主同行，我们就能够越过各样的难处，所以我们就要有信心来面对我们未来。而且哈，人生当中真的不要太计较，越会计较的越不快乐，越会比较的，比如说妈妈你都看听，你都看听，我看听，我听我，不要比较，因为你一比较下去，你的心不快乐哦。因为没有一次是公平的，真的很难找到公平。有些时候，所以我们多一点了解，多一点体谅，多一点知道神的心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让我们学什么。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在困苦当中，他们抓到神之后，他的生命就全然的被改变，他的生命就全然被更新，这是一件多么喜乐的事情。所以我要说，今天是戴绛姐第三个主日，神说要用喜乐的心来迎接这位神的儿子在我们当中。那我要说，过去的这些恩怨情仇都离开你吧，让主的灵在你里面有一颗喜乐心来迎接这个神，成为你力量的来源。你的生命不再沮丧的脸，你的眼神充满了活力。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眼神都呆滞，完全没有灵，那个灵好像不见，就是行尸走肉。然后你看得出来他的眼睛里面看到那个眼睛是没有神。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有神在我里面，我们的眼睛怎么会没有神呢？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也是可以焕发出那个亮光的。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哎，看到你里面有耶稣，我看到你里面有灵在你里面，那个灵是活着的灵，是确要的灵，是喜乐的灵，在你里面是有信心，是有盼望的，是要这样子的。我们的生命不是每天要这样的情况吗？即使遇到再大的难处，再大的痛苦，你的心要以神为乐，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好，那你看我们教会也是都在迎接这个耶稣的降生，这是我们永福教会哦，传福音都不落后的哦。这一群人，我们看这群人全部都是北一队第一个，你看永福教会，我们看到永福教会，然后就浩浩荡荡的哦。那呢，现在你看到这些都是我们永福教会的人，所以那天圣诞彩节蛮多人去的哦，我也开心哦，大家踊跃参加哈。那你们看到这是嘉欣姐，啊，这个是那个易豪兄哦，能看到好。然后这个是小薇他们家，咦，啊，这些人今天都没看到人。好，小薇他们家还有，是谁啊？国中吗？还是哦，不是，吴文雄校长，好，还有那个俊贤他们，好，都在这里，好，所以大家都去很开心哦，那天大家很开心哦。然后那个谁，小薇啊，他还帮他的那个小孩啊布置花灯，哦，在那个花他婴儿车上，我看到那个小薇很用心，哦，非常用心。那这是宋恩哦，那一天他们也是怎样在那个地方带大家圣诞节的歌曲，然后在那个地方带动大家那种喜乐的心，而且他们那天唱得很好，我也很开心哈。那这是我服侍的喜乐哈。那这个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开心的脸哦，俊如兄也在那里，所以宋恩也很感谢宋恩的每一个人哦，都在那个过程当中参与。那这个是我们的花车，这个哦。这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呢，订了那个马槽啊，哦，做了很多事情啊。你看这个马槽，有没有看到？这马槽真人哦，哈，现代版的约瑟跟玛利亚，这是现代版啊。这个是韩恩，那个约瑟是韩恩，庄韩恩哈，啊。那那个玛利亚是陈依丽，陈依丽是谁？我女儿啊，啊，那个是这样。我就说，哎。我从来没看过我女儿在这种状况里面，哎呦，够美败的哈，一个哭碎碎眼的哈，完全美败哈，那种感觉很开心啊，很开心哈。所以我要说的就是，生命当中你要相信哈，耶稣有这个大能，他要怎样？你只要相信，相信，好，我都相信，啊，相信的话，你的生命里面邀请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他就会怎样带来生命的盼望。信心跟喜乐，这是我最重要今天要说的。
如果你有神，你的生命就怎样大大不同，你的生命要喜乐。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以后呢，回应诗我们都会在会前的时候才能来唱。那我期待我们每一次就是提前来，记得9:30开始，我们9:25之前就来到这个地方坐下，预备心，不要每次主日礼拜的时候，我们都怎样？敬拜团结束之后才来。No， 敬拜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在预备心来敬拜，所以我期待这首歌跟随耶稣人多幸福，多快乐。这首歌是很快乐歌，所以我们用我们欢喜快乐歌来唱这首歌嘛。跟随耶稣有喜乐。生命就能够有喜乐的灵来敬拜你，求主耶稣让我们过去所有的恩恩怨怨都离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以神为乐，让我们心与你同行，让我们心活出生命的爱，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交通在你面前，求主你大大祝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灵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平安。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好，我们一起来读京剧华语的部分，我们大家一起来。玛利亚说，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华语的部分呢，我们也来带大家一起念的。玛利亚说，外心，外心，尊顶住最多，尊顶住最多。外心，外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好，英文的部分也跟着我一起。And Mary said, And Mary said, My soul glorifies the Lord. My soul glorifies the Lord. And my spirit rejoices.And my spirit rejoices in God my Savior. In God my Savior. 好，我们一起来奉献。